大家好，我是朱文的，那我不知道，那么人的话，那大家可能到时候顾客的时候，看到手机，唱得更出来一点。好，在其实你在带气氛这边。
自己是还蛮有勇气，也可以看得出来有蛮活泼的。可是因为你在唱的是抒情歌，我觉得它有点破坏了你的投入感跟专注，所以副歌的情感跟层次，我觉得它都有一点影响到你，就会让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深情。我觉得是不是等你在更专业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？或是你唱快乐的歌？